我叔正史，你系叔正史，擘大眼睇清楚皇上御赐嘅令牌。你究竟有咩目的啊？奉皇上之命调查杨家，点解要调查我哋？你做紧乜嘢？自己心知肚明啊！ 先帝设立肃正史嘅目的，系为咗查探嗰啲存有疑心嘅人。咁皇上派肃正史嚟查探我哋，即系对我哋起疑。岂有此理！唔通我哋杨家为大宋失去咁多人命，都唔能够证实我哋对皇上嘅精忠？皇上竟然怀疑我哋？咁呢件事都因我而起，为咗释疑，我都系先行离去，以免牵连杨家。呢个都系办法，咁我哋听日走。唔好。 我哋杨家乜嘢大风大浪未见过，千万唔好讲乜嘢牵连唔牵连。宗保啊讲得啱啦，我睇不如我入宫面圣，索性将呢件事情嘅真相同皇上奏明，睇下皇上点样处理，再决定你两夫妇去留都未迟啊。希罗，可能其中有啲误会嘅啫，皇上素知我哋杨家忠心不二嘅，只要太君同皇上讲清楚，就唔会有事嘅。虽然系咁啫，但系为咗避嫌，我哋都系先行离去较好噶。 边啊？既然太君咁唔舍得我哋，我哋冇必要急于离开，都系等太君同皇上交代清楚，我哋再作打算。系咯，讲到底，中原都系姓杨嘅，相信冇咩唔可以解释嘅。而且当年四郎佢为咗保家卫国，先至流落宜邦，诞下中原。我睇皇上绝对唔会视中原为奸细，亦都唔会话唔俾佢认祖归宗啊。大娘都讲得啱。 你两夫妇不如留低啦。桂英，睇嚟你都花咗唔少功夫喺支英枪度啊。但如果同阿爹相比，我枪法实在相差太远。我谂四老爷嘅枪法一定系出神入化噶啦。冇错。 我功夫咁差，实丢人家面。可惜我冇缘一睹佢嘅风采。我爹当年每日都有一早起床耍杨家枪，风雨不改，从不间断。我相信佢一定系藉住耍杨家枪嚟抒发思乡之情。我当时唔知道佢耍嘅就系杨家枪，以为佢只系强身健体。多年侍剑长嘅时候，先至有呢种谂法。咁你呢？ 从前你有冇谂过要翻嚟睇下自己嘅家乡？都曾经谂过。咁点解又唔翻？仲喺辽国做起官啊？桂英，我知你一直都怀疑我入天波府系令有目的。冇错，就算天波府所有人都相信你，亦都改变唔到我对你嘅疑心。我明白你嘅顾虑。试谂一下，一个自细辽国长大，食辽国羊肉，饮辽国井水嘅人，如果话俾你听，对辽国全无感情。 佢根本就呃我，所以我都曾经谂过以辽人嘅身份过埋呢一世，所以先会当起官上。多为辽国出事嚟到呢度嘅时候，见到中土嘅皇帝，我就觉得更加应该留喺辽国。咁点解而家又要留低？因为太君同四娘，佢哋俾我感受实在太深。自从我爹娘去世之后，好耐都冇呢种亲切嘅感觉。 点都好，对于你今次翻嚟，我始终觉得有啲太突然。如果我今次翻嚟真系另有所图嘅话，又点会带埋妻子长途跋涉由辽国嚟到呢一度？我希望你讲嘅说话全部都系真，如果唔系，实在太伤四娘同太君嘅心，更加对唔住你自己阿爹。好，朕终于都完成啦。 爱妃啊，你嚟睇下朕呢幅画画得似唔似你？爱妃，你想紧乜嘢啊？点解朕叫你都听唔到嘅？冇啊，冇乜嘢啊。我知你梗系担心朕会唔会画到你似丑八怪咁咧。皇上嘅三花妙笔又点会将神妾画丑咧？好，你睇下呢幅画似唔似你？唔似。唔似？ 画入边嘅人靓神妾咁多，又点会系神妾呢？
好，启禀皇上，杨继业元帅夫人在外求见。你同朕话俾佢听，朕正在商议朝政，部下接见。皇上，点解你唔接见佢哋啊？唔好再提杨家嘅人。皇上，臣妾想失陪一阵。你想去边度啊？难道你唔中意朕同你画个画咩？皇上绘画嘅人像美若天仙，臣妾又点会唔中意呢？只系，只系咩？只系臣妾为咗报答皇上嘅厚爱，准备咗份礼物送俾皇上。真嘅？朕准奏。 谢皇上，公公点啦？皇上因为与朝臣商议国事，无暇接见。系咁，有劳公公啦，太君。 公公刚才明明话皇上喺后宫噶，突然之间又要朝臣商议政事，我睇皇上唔想见我哋。如果真系咁，皇上对杨家嘅怀疑比我哋想象中更深，系咁就麻烦。两位慢行，娘娘想请两位到御花园一聚。 谢娘娘，两位免礼。谢娘娘，唔知娘娘揾老臣同桂英有何意思？刚才两位揾皇上，系咪为咗饶过大使，原来系太君舒怡一事？贵妃娘娘都知道呢件事。实不相瞒，其实最近有关杨家嘅事，我都略知一二。 娘娘心居宫中，居然亦知道杨家嘅事，可见此事已传遍朝野。老臣恐怕朝野议论纷纷，皇上会引起误会啊！咁我哋真系要快啲向皇上解释清楚呢件事，以免节外生枝。我相信杨家恩荣忠烈，绝对唔会做出离经背道之事。娘娘真系心明如镜。 我呢次叫你哋嚟，就系为咗叫你哋放心。我会揾机会与皇上接见你哋，俾你哋一个便白嘅机会。老身先行，谢过娘娘。两位不必多礼，呢啲我应该做。难得娘娘喺呢个时候肯伸出援手，桂英真系感激不尽。忠臣无冤，历来例子多不胜数，真系叫人慨叹。我只系唔想皇上重蹈覆辙啫。 娘娘心命大义，你嘅大恩，桂英一定铭记心中。等你哋翻去等我消息啦。禀皇上，娘娘驾到。快传，领旨。 臣妾亲自为皇上烹调咗白花糕，请皇上品尝。好，快呈上白花糕，等朕试下你嘅烹调技巧。好，就连御厨都比唔上外妃你亲自烹调嘅白花糕咁好味道。既然皇上喜欢嘅话，咁臣妾每日都做俾皇上食。咁点得呢？朕都唔忍心外妃喺御厨里边受住柴火高温嘅煎熬。嚟，外妃。
外妃。吓，皇上，咩事啊？点解你会埋心事？冇啊，冇事啊。好，既然冇乜嘢，陪朕坐低慢慢品尝。外妃，你做个百花糕咁好味，朕想问下系边个教你？就系杨六郎新过门嘅媳妇。系佢？系啊，皇上，不如你传佢入宫，让皇上都有机会品尝佢做嘅百花糕啊。唔使啦，庞妃，以后喺朕面前唔好再提起杨家嘅人，知道吗？而家连庞妃娘娘都帮我哋唔到，仲有咩办法呢？仲有嗰个庞太师一向视我哋杨家为敌，万一佢喺皇上面前再参我哋一本，咁我就更加麻烦。八妹都讲得有道理，情况不至于咁严重。我将呢件事嘅因由话咗俾寇丞相知，丞相会全力相助。再加上庞妃，如佢所讲，我哋能够喺皇上面前有一个辩白嘅机会，系咁，情况就会有好转。太君，既然系咁样，我都系先行离开天波府。估唔到你哋最后都系要走。婆婆，呢个只系折冲嘅办法，将来有机会嘅。我同中原一定会翻嚟服侍婆婆同埋太君嘅。太君，请恕中原直言，我觉得大宋嘅皇帝实在太过冇气量。由我第一眼见到呢个皇帝，我就觉得并非一个明君。自古以嚟，赫赫有名嘅君主都会量才而用。诸葛孔明亦都曾经讲过：为人君者，要亲贤人，远小人。但我见到大宋皇帝所做嘅一切都适得其反，佢只会听取朝中令臣所言。如果唔系得到杨家相助，宋室江山一早已经失去。中原，唔好再讲。太君，请原谅中原胡言乱语，但实在替杨家不值，不吐不快。中原，你讲得好啱，皇上你已经问过清楚。鬼鬼祟祟派肃政司嚟查探，究竟算咩意思呢？其实中原都讲得有道理，但系我哋又有乜嘢办法呢？皇上既然嚟查我哋杨家，当然系听到对杨家不利嘅谣言啦。谣言止于智者，我哋冇做过亏心事，应该唔使担心。大娘，我走啦，请小心。四嬸，中原只不过是离开天波府，又不是回去辽国，你不需要太伤心的。宗保，他知道你有孩儿，你就知道四娘的感受了。是咯，无论远近，只要子女离开身边，都会不舍得的。四娘，我想等这件事清楚，中原仍可以回来，我们一家人可以再团聚。婉娥，希望你们可以快点回来杨家告罪天母。我都系咁谂，你知道吗？我帮我哋嘅孩儿推算过将来嘅命运，结果点啊？原来佢哋系有同一个命盘嘅，咁即系代表乜嘢？即系话佢哋嘅命运系相同，唔单止系同年同月同日生，而且运程都会一样。你话奇唔奇？真系有此事。佢哋可算系命运相连，就算身处异地，都会喜乐与共，荣枯相同。做咩啊？你听着好像不开心咁嘅，又点会不开心呢？我哋嘅孩儿都系姓杨嘅，当然希望将来佢哋会共同进退，做一个顶天立地、无愧于心嘅人。你话系嘛？啊系啊，呢个香囊系我亲手做嘅，送俾你嘅孩儿，将来我嚟保平安。啲图案绣得好靓啊！是啊，桂英昨晚不眠不休赶嚟送俾你噶，唔怕话俾你听啊，桂英舞刀弄枪咧，佢就叻，讲到做针纸真系可以难到佢噶。为咗做到个香囊，佢手指头已经刉咗好多针噶啦。讲起上嚟真系惭愧，冇咩可以送俾你。其实我都做咗一个同样嘅俾我嘅孩儿嘅，希望将来就算佢哋失散，都可以以香囊为基。婉娥，你要记住啊！天波府上下永远都是你的家人。
婉娜，中原，睇嚟桂英真系对你唔错。其实杨家上下对我哋都好，我仲记得寻晚太君嘅愁容。佢咁大年纪，都要为我哋事担忧，我真系觉得好惭愧。仲有四娘二十几年嚟嘅盼望，虽然公公唔能够翻嚟佢身边，但系见到你依然系好安慰，当你好似亲生仔咁。唔通你对佢哋嘅关心完全无动于衷？宗保当你好似亲兄弟咁看待，对你一啲提防心都冇，你又点可以利用佢对你嘅亲情而加害佢哋啊？你唔使再讲，无论点我个计划都唔会变。但呢啲全部都系事实，桂英系对我哋起疑心，但系我哋走啦，佢都系唔舍得，仲送香囊俾我哋嘅孩子啊！宗如，杨家对我哋咁好，你点忍心消灭杨家？我从来都冇谂过要灭杨家。大宋皇帝对佢哋已经起疑心啦，咁样落去，难保皇帝会。只要我计划成功，能够逼到你改头大调，自然就会安然无恙。有可能咩？杨家全部人都系忠义之士，我相信，就算你要杀佢哋头，佢哋都唔会投降噶。杨家始终都系大辽嘅人忧，如果计划唔成功嘅话，为成就大业。只有牺牲佢哋，真系咁狠心。原来你要明白，我哋都系各为其主。我曾经答应过精神女主，就一定要完成任务。男子汉大丈夫，岂可因私忘公？你知唔知呢件事对大辽有几大嘅影响？婉娜，你都系翻返大辽先。你讲乜嘢？你咁样会安全啲。呢件事比想象中困难，你一度会分心。唔可以，除非同我一齐翻大辽。如果唔系，我系唔会一个人走噶。宗如，我知道你做呢件事好危险，所以我更加唔放心。你要见我所谓何事？大事不妙啦！喺禁宫度偷出嚟嘅兵务册唔见咗啊！咩话？唔见咗？你知唔知本兵务册对我哋嚟讲几咁重要？我知道，但系到而家仲未知系边个偷，倘若系杨家众人做嘅，咁就大事不妙啊！唔会系佢哋？你点知杨家上下嘅人，除咗穆桂英之外，冇人对我有疑心，而且我亦都细心留意观察咗佢哋好耐。如果本兵务册喺天波府之内，我一定会知道。倘若真系穆桂英个婆娘偷咗，咁又点？更加冇可能。如果本兵务册真系喺佢手上面，你就唔需要旁敲侧击刺探我，大人。总之我都系担心，不如我哋嘅计划放弃吧啦。你知唔知道我几经辛苦先博取到杨家上下信任？唔通你以为要你哋九皇帝唔会杨家归辽造反系一件易事？我知唔容易，但系我都要顾下我自己噶。只怕你未曾策反杨家，老夫已经身首异处啦。我不过担心啫。放心，你对我哋大辽仲有作用，我唔会杀你。系。
已经飞鸽传书，叫边关守将先行挑人，然后诈败逃去。你就乘机向宋主参杨六郎一叛，话杨六郎轻易取胜，全因与大廖合谋，博取朝廷信任，意图夺取更多兵权。知道。你仲要秘密派人杀死杨六郎一名外将，然后插庄稼禾，同宋主讲搜出通敌信函，到时信主就会信以为真。到嗰阵时候，杨家别无选择，只有归顺我大廖一条路。果然妙计啊！一切照原定计划进行，并无贼之事，你再派人查究。启禀元帅，军情有变，辽军大兵压境，而家已经喺城外叫嚣挑战。咩话？以和退兵只不过几日前嘅事，而家嚟挑战？我早就谂到辽军唔会咁轻易以和，佢家以为我得到呢个消息之后就会松懈，佢想乘机偷袭。岂有此理！元帅，我哋一于俾啲颜色佢睇，杀到佢一个人仰马翻。全令各将士列阵相迎。系。点知班鸟狗未打先走？正如元帅所料，辽兵只不过试探我军嘅虚实。而家知道元帅喺度，我谂佢哋唔敢轻举妄动啊。嗯，无论点都好，辽兵动机未明，吩咐各将士加强防备，千祈唔可以松懈。领命。启禀杨元帅，天波府有家书到。因为天波府出咗事咧，原来嗰个辽氏耶律中原系四哥嘅后人。头先仲杀紧辽狗，而家变成亲戚。元帅，封家书唔系讲佢已经带埋娘子同家人入咗我哋天波府系咪啊？你讲得一啲都冇错。中宝同中原两个同时有后啦。小夫人有喜。哎呀！杨家后继有人，恭喜元帅，恭喜元帅。阿元帅，而家嗰个耶律中原而家点啊？咩耶律中原啊？杨中原啊？系杨中原咯。当然咧，佢系四哥嘅后人，系应该姓杨，系我哋杨家嘅人。太君吩咐我，叫我同佢两个安个名。安族谱应该属文字辈。啊，元帅，照我话咧，就叫做文长文盛嘅意思话咧，即系我哋杨家将系长胜将军咁解。唔好咁俗气，叫文孙同文子就好啦，好似孙子咁成为大军事家。文孙文子，咁孙大定子大啊？哇，你未读过书，真系未读过。你又唔好拗啦，唔好拗啦。我心中有数。边个？姑娘，系我啊，掌柜啊。掌柜，你为咗房租嘅钱而嚟噶？唉，姑娘你心多啦，小人帮你请嘅大夫嚟同你睇病噶。我都冇叫你帮我请大夫。哦，系咁嘅。小人见姑娘你病咁多日，身体越嚟越虚弱，惊你有咩意外，所以咪请个大夫帮你睇下咯。但系我身无银两，而且我欠咗掌柜你几日房租，又点好意思再劳烦你咧？唉，姑娘，呢阵你唔使担心，你个房钱同埋呢个诊金已经有人帮你俾咗啦。
你讲咩话？冇咩啊。边个帮我俾咗房租啊？小人真系唔清楚。走啊！你同我走啊！姑娘，姑娘啊！走啊！姑娘，就算我生死，都与你无关。姑娘。呢只玉啊，就当我呢几日嘅房租。唔得噶，姑娘，我唔收得你噶。住店俾钱乃天经地义，收咗佢。唔得啊，姑娘，你收翻嚟用眼啦。小人上有高堂，下有妻儿，求你放过小人啦，姑娘。到底系咪有人同你讲咗啲乜嘢？小人唔可以讲噶，姑娘，你饶恕小人啦。如果唔系，我人大不保噶。耶律好难，你唔使再喺度假仁假义。我杨排风就算生与死都与你无关。如果你再滥杀无辜的话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你这个无胆匪女，既然走了，为何还要回来？三个东西在田上飞，嘿嘿嘿，三个东西在地上走。排风，排风，排风，你怎么样？排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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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觉得怎么样？排风，我是定归啊。排风，排风，排风，就得了，就得了，排风啊，这药就得了，啊，得了，哇。排风啊，你真的病得很犀利啊，不过喝了些药就会好的了，来啊。你知不知道啊，自从啊你为了报仇离开了天波府之后，天波府上下的人啊都不知道多担心你啊。究竟发生什么事啊？你不要哭了，排风，你不要哭了，由细到大啊，我都未见过你流眼泪嘅，你咁样，我真系唔知点算噶。吓，我求下你，你唔好喊啦吓。冇事啊。冇事就唔应该喊，冇事就应该饮药。你唔饮药啊，点会好咧？啊，你系咪报唔到仇啊？三我爹娘嘅仇人已经死咗。既然你报咗仇，点解你仲？如果你不讲出来，你闹出来啦吓，闹啦！你应该跟元帅出征噶，点解你会喺度嘅？系啊，你又讲得啱啊！本应我就系真系去咗杀鹩狗噶，点知咧班鹩狗咧未打先退兵，收尾咧仲派人嚟我哋军营咧向元帅道歉，话宋辽以和之际突然出兵嘅传信误会，元帅初时唔信噶。但系等咗咁耐都未有消息，咪派我翻去送家书咯。你知唔知我点解会翻偏波府啊？我哋少夫人有喜啊，仲系两个添啊！两个？系啊，除咗我哋少爷之外咧，你知唔知太君仲多咗个孙啊？知唔知边个？杨四老爷嘅仔啊！具体的情形我都不是很清楚的。元帅为了小孙而起名的事，就叫我回天波府一探。好在你在这里见到我，元哥，不是你真的为了狼。不过也好，虽然你只是懂闹人，但是在路上多个伴也没有那么闷的。啊，这药冻了，啱饮了，来饮吧。排风啊，饮啦。你不醫好個病啊，點翻天波府啊？嘿，排風啊！你都唔係以前嘅排風嘅，愛恨分明，而家家仇已經報咗啦，仲搞到你咁婆婆媽媽哭哭啼啼，究竟你想點啫？係咪有人蝦你啊？嚟，我同你報仇，行！
峰啊，你真系冇嘢啊嘛？排风啊，你成日闹我死肥猪啊！啊，而家我为你做牛做马啦，第日呢一笔账咧，一定要你本利归还。如果唔系啊，我咪好唔着数。排风冇嘢嘛？我跌咗块玉啊！得啦，而家咁嘅身势啊，你点落去啊？下底咁险要，我帮你啊！廷贵。唔使啦，快喐我唔要噶啦。哎呀，算啦，以你咁嘅性格啊，而家我唔帮你执啊，第日啊，你实闹到我狗血淋头啊！你小心啊！排风，揾到啦！嗱，俾翻你啦！你手伤咗啊？嘿，边有事啊？廷贵在此，通翻埋局就死啊！食我煮俾你嘅餸菜啊！我讲个秘密俾你知，其实你煮嘅餸真系好好食。大哥，我真系唔想死，我仲要跟元帅出去杀鸟狗，而家呢个责任。要留翻俾你啦！听廷贵大哥话，以后遇见乜嘢唔如意嘅事，都唔可以自暴自弃，要坚强啲咁做人，知唔知啊？应承我，走啦，走啦，走啊！走啊！走啊！廷贵大哥，啊！
追啊！唔得，我追翻狄贵大哥个头啊！人都走咗，追都冇用。原来一直跟住我哋嘅，点解你唔救佢啊？话过唔会救杨家人。我救杨家人啦，你又救我？耶律浩南，我恨你一世啊！杨家嘅事唔使理你，走开啊！廷贵大哥，排风当天立誓，一定会查出真凶，替你报仇。俾我送你一程，我哋各走各路，互不相欠，唔使你送。我唔可以俾你一个人翻天波，命系我嘅，与你无关，请你唔好再跟住我。前面就是军营，你仲不走，是不是想送死啊？放心啊，只要我见到你安全嘅，我自不然会离开。耶律浩南，你究竟想点啊？既然喺山洞你可以抌低我一个人，而家做乜仲要跟住我啫？排风。排风，点解你要喺呢度？呢个咪廷贵嘅兵器，点解会喺呢度？廷贵佢